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如果借个几千，借个几百，我们肯定会想办法的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这都不是几万了，这都是。说王菲再有，也不可能就是这样子呀。所以说不给嘛，我之前有一次啊，家人们，有一次王菲跟我们两个开直播的时候，王菲哥说过一个问题，就是以后啊借钱啊或者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王菲那边他来解决，我这边我来解决，我们是不是有这么说过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这么说过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都在等着王菲，现在都在这里等着王菲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妈妈坐在那里，都在等着王菲。你们觉得我叫王菲了没有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我叫王菲了没有？王菲会不会来今天？阿梅，王菲呢？说过，王菲会来吗？你们觉得王菲会来吗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王菲会来吗？总要面对，总要面对，怎么面对呢？这个事情，家人们，这个事情要怎么面对呀？哈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才舅妈，妈坐在那里看。妈坐在那里，王菲今天可能不回，不过来。哎，王菲今天。我们今天回来了，今天12点就到家了。12点怎么现在9点了，9点都不到的话，12点肯定不到呀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你别等了，是吧，家人们？舅舅今天回来了，对，舅舅今天到了，舅舅是回来了，然后舅舅怎么说呢？就是今天呢。我妈妈就想把我的车拿去卖了，知道吧？我舅舅他们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王菲今天可能会过来。我说王菲可能会过来，然后这个车暂时目前今天还没有卖，知道吧？妈妈动不动就出去，不知道是不是去给舅舅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最近越来越不了解我妈妈了。那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这种情况，我说的是王菲哥今天还没有过来，我说可能今天会过来。我在想办法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在拖延时间。我今天我舅舅我见到我舅舅了，
然后他以为王菲在，然后王菲没有在。然后我妈妈过来了，你坐嘛。你看现在啊，王菲也不来，然后王菲也不来，不来的话，12点一会儿肯定是不能到了嘛。就我们可以，我就是这两天我先把那个我们准备一下，你看现在今天离我订婚也就差8天了，8天的话我们好好的准备一下，然后订完婚完费我们去外面打工，然后挣钱，然后你平时需要什么王菲肯定会给你买，然后钱那些我每个月按时给你打过来，这样子行不行？就不要借60个，也不要做生意了，你看你年纪那么大了，也不需要做什么。舅舅的话他那么大个人，我跟外公说，外公会好好跟他讲的，行不行嘛？那的嘛你去车把上阿卡过这这啊，这不行。我昨天晚上给阿米说给我60万，叫阿米还是给王菲打电话，王菲是答应不答应，就叫阿米说60万给不到，就明天他舅舅今天到家了，就明天阿米舅舅我们一起他们王菲家乘坐那个蓝旗买了，说他答应了，他答应我们了，阿米。我答应你是，我说过两天等王菲来再说嘛。家人们是这样子的，我妈妈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我妈妈的意思是啊，就是昨天说的嘛，昨天说的是我说王菲哥今天来嘛。然后我也说等舅舅回来再商量嘛，就是我妈妈的意思就是王菲今天啊现在等，但是现在也9点了嘛，今天肯定是不能来了的话就只能明天只能把车卖了的意思。那你看我们现在都快订婚了啊，那就不能把婚订完了再商量这些事情吗？行不行嘛？就不要借60个，也不要把车卖了。你看这样子，王菲可能都说不通啊，家人们说不通，真的说不通。把王菲喊过来，叫我跟着王菲商量。不是，这个事情怎么商量呢？对吧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商量呢？跟王菲商量的话，你要怎么跟她商量嘛？就是给你，还是去借，还是怎么？因为这个钱。如果是我们家很需要很需要很缺的话可以想办法，但是这个根本就不需要，根本就没有用得上的啊。舅舅做生意他缺的话让他自己找就行了。我舅舅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啊，我舅舅啊一直以来我舅舅的意思都是这个60个他不是他要的，是我妈妈要的，是我妈妈跟他一起要去做一些生意上的事情。你们觉得有没有？那你意思是今天啊还是要等王菲然后跟你一起好好商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家人们你们觉得有的商量吗？有的打个有，没有的打个没有，我看一下。